哥，你先别，我做你那个酸奶。你那个酸奶啊？你这小，你这小孩太坏了。输了。妈，哥别开饭了，吃个大虾。这是咱家的海洋虾。这叫一个地道，是不是？给双击，给关注，行不行？咱俩一起吃，来虾肉。越来越冷。哎呀，这小扇贝，我去，我靠，这么漂亮吗？这么肥吗？哎呀，哎呀，把这里沙囊给它摘掉，你知道吧？会不会吃？你不会吃，我教你。这里是沙囊，把它摘掉一看。你看这八爪鱼汤，我一手磨。这种的就是母的，你知道吧？特别香，新鲜的扇贝，它的肉都是成条状的。你可以看一下，它肉都是成条状。太满足了。还有一个，给双击行不行？给一个，我这给你吃，我这就不吃，行吧？哎呀，扇贝，两个大汉堡，你看这扇贝圆不圆？哎呀，我去，你看一下，好不好看？哎呀，还得用专业工具。没有专业工具还不行啊，还不下来一个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咋不下？你咋不下两个？哎呀，好不好看？扇贝这里是沙囊，你要喜欢吃你就可以吃，不喜欢吃就把它摘掉，你知道吧？这沙囊还挺好吃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有点腥。哇、新鲜的扇贝，它的里面的肉都是成条状，你看到没？都是成条状，都是成条状，看到没？特别鲜嫩。你看，是不是？老弟，老弟，吃饭呢？哎呦我去！老弟吃饭呢？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老爷子吃那么好啊！哎呀，老妹来了，快快快快过来坐，过来坐。老妹来吃蟹了，我帮你发呗。哎呀，放学了，来吃。今天我们吃点好的，因为今天来了一位神秘嘉宾，你知道吧？我龙虾，我哎呦，八爪鱼，我还有一个，哎呀，鲍鱼，加点料酒。今天放血了，整点老干妈，放血，再整点老抽，再加点醋。有点绝绝对对放血，比个双击呗，待会神秘嘉宾就来了，你们猜猜他是谁？比个双击，给一个，给一个。
过去，别吃了午饭，蒸保鲜，下锅。八爪鱼，每天必不可少的八哥，哎呀哎呀，活蹦乱跳，你说说。还有个猫眼螺，把这水吃。哎呀，这大虾你见没见过？这么大，这么大个虾。哎，这一个就要十多块钱呢，老贵了，你知道吧？嘿嘿嘿，放点醋，放点料酒，给它去去腥，再搞点老抽，老抽可以多放点做海鲜，你知道吧？可以多放点，再倒点。把翻一下，嘿嘿，出鱼。今天有点可怜，就整了这么一点。我去，又笨人很疼了。海螺要吃必须吃一斤一个的，哎，必须吃一斤一个的，是不是？大不大？哎呀，八爪鱼，哎，下来，哎呦我去，哎，咋他妈不下来？我去，皮皮虾，这个季节是最肥的。还有一个小海螺，整点料酒给他们去去腥，倒点老抽，老抽可以多放点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再放点醋，哇塞，做海鲜醋可以多放点，再倒点酱油，我去，哎我去，太吓人了。今天吃过比较可以的饭，你知道吧？还是比较可以的面包蟹。哎呀我去，这破龙，你看这破龙一直在跳，我把它龙须给砍下来了，你说行不行？八爪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还有个小鲍鱼，你知道吧？哎呦我去，放点料酒。哎呀，我去，哎，老头上点色，放点醋。倒点水，你知道吧？水可以少倒点，你知道吗？哦呦，哎呦我去！看，很多人想看象牙布，象牙棒里面是什么东西？今天我给它解剖了，看到没？一式两防，一式两防，吃啥补啥，对不对？哎，哎呦我去，眼睛都给我整掉了。老补了，你这玩意儿回家炒一下，老香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嗯，看到没？像不像在烧烤店吃那两个大腰子？漂不漂亮？给一个双击行不行？给一个。哎，小家伙，你往哪藏？你往哪藏？哎，烫秃噜皮了还给？你往哪藏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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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头给打掉！哦，嗯，小家伙，还有一点大，还有一点大米，你看一看，就一点点，非常少。嗯，这应该还有一个，给一个双击呗，给一个，我这给你吃。嗯，特别香。爆头，还有一个，掐头一算哪个大米大，哎，哎，这个大米大。哎呀我去，你看就这样一看都能看出它 大米有多大，你看这一跟个球似的，你知道吧？嗯，我靠，你看这大米大不大，一口一个海洋大夜明珠，想不想要？哎我去，你看，哎呀，哎呀，不能浪费。嗯，
Preview.